大家好，我是彼得的，你无听唔到的，今日就是全部要用台语来讲。那今日要介绍的是这个米三十二，这个物件，咱这个物件要创啥呢？是装伫迄江陆发射器的顶端，这个看的所在，这个。但是你也要装伫米八十八吼，爱收一个，把头收一个，收做边啊呢？尖尖，靠我多装起，你后摆收安怎呢？足简单，同款，一只甲套起就好啊。但是这个物件，我先套好。哎呀，套起了呢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奇怪，哪扣袂起来？无唔对，伊这个头伤大吼，这个套啊伤细，所以套袂起来，伊个头会甲堵掉的，互伊无多套起来。那这边要怎解决呢？就是，搁准备一个这個，嘛话就是安尼揪就好啦。啊，这个物件要创啥呢？就是这支在用的，这是安尼普通的发射器在用的。啊，这个要怎套呢？就是安尼来装起，啊扁扁，啊靠起，安尼靠起来就好。啊，在揪的时候就是安尼，错啊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好。啊，这个物件要创啥呢？就是来甲这个物件合作伙。你啊看有这个空，伊才有一个空，安只凸一个出来，对无？拄好。啊，这边则嘛一个空，啊，则一个凸出来，对无？对。来，拢甲扣起来，对啊。这个遮二，啊，这个甲遮二，哦，拄好。你看，安尼好处呢，就是讲哦，安会使摕出比赛，啊，裁判嘛袂讲安违法哦，因为安拢无甲动脚手。所以这也是一只币哦，对吧吼？裁判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咱来试看麦啊，安尼有较强无？安用个胶啊，哦，来试看麦。哎呦，哦，真正软软对啊！你看整齐尔，哦，顶起来，有啊。哇，安尼这个就甲叫顶起来发射器。三、二、一、起，好秀！看安尼鸟啊，偌高飞嘞！你看，飞啊，甲你帮伊啊！但是安尼有一个缺点啊，就是讲吼，啊那是安尼扭伤大力，伊就会飞出去，这头会往拔起来。我安那也歹拔，好来，啊拔起来要怎个？要紧，咱各用迄足紧个打起用钩啊有无？甲粘无起来，啊这粘无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因为咱重点是袂使动这个发射器的脚手哦，你头也无过，这个头你也是也无过，按裁判就要按算啊，就要按比赛用啊吼。啊，但是伊咧收较慢啊，因为头伤重，啊，这也扎嘴吼，佮做下趴，啊，对手也看到你吼，就心惊惊，安尼按佮赢一半，安尼就袂歹啦吼。安尼今日介绍到这咯吼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